这是屏东烟厂，正确讲法是屏东烟叶厂。日本时代的汾酒是全卖，敢若是为1930年到1939年的10年中间，常常占到总统府的税收33%。汾酒其中的汾就占49%。日本时代有5个重要的汾酒生产中心，包括台北、台中、嘉义、花莲和屏东。屏东汾酒厂是伫1939年起起来，占地3.89公顷，规模比台北搁较大。内底总共有24栋钢筋混凝土的厂房加个仓库。要几时表演啊？啊？内底包括锅炉室、烟叶储谷加工区、烟叶复兴加工区，各个中山堂4栋，伫2010年登录最新历史建筑。内埔烟厂跟我们屏东这个烟叶厂它是不同的。这内底所有的设备，我听因讲，若是要用，嘛是会弹呢。台湾伫清国时代，大部分的薰叶、薰草拢是为登山进口入来。日本时代为着要独立生产，迄时阵阁为着福建浙江迄个所在，请着专门的人员来指导。所以早期拢是支那的烟支比较多。即马即内底有几啊栋，一定是历史建筑，其中中山堂是上界老的一栋建筑。中山堂是河阳混搭式建筑，顶管是日本的混下，爱平呢是算当面的钢筋混凝土的建筑。前规个厂到今为止，阁无充分的规划，可能伫最近就有一个结果啊。不过我一定先甲伊画出来，多谢收看。